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枭雄》。我不是坏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哎，我扑倒了一个兵。很多哎、好像打不进去，是不是？帽子掉了吧？那帽子我可不可以戴？我觉得乱套的好笑，超大的。鸽派舰长，鸽派不是和平的意思吗？There has been a murder at the palace. I need you to be careful with this one. Anti-royalist pamphlets have been cropping up and tensions are high. The queen is very nervous about security. This way. Gong dian xian. 有危险啊。竟然派了一个刺客进来。随便让我拿着一堆武器混进来没有问题吗？哎 ，This way。我可以到宫殿内部哎、欸。Here we are. Good luck. 皇宫守卫，我知道你一定是被腰带弄死的，在洗澡的时候。对啊，白金汉宫啊。那我是不是不小心剧透了《新世纪福尔摩斯》的其中一个案子？守卫的尸体，皇宫守卫的成员之一全身扭曲倒在地上，双眼和嘴巴张开，从尸体上看不到任何暴力迹象。全身扭曲，没有暴力迹象的话，有可能是中毒吗？这边的门。我进不去啊！现在都混进来了。比起办案，我想偷东西，偷东西喽，偷东西喽。但是你没有什么意见，对不对？看不到倒影，不太懂。Someone's up to no good. 诶，什么时候解了这么多资料库？那为什么这个门打不开啊？请来的侦探一直不断的在刺杀他们的守卫。犯人就是我啦，哈哈。宾客名单，一份出色。出
出色人士的受邀名单来参加今晚举行的授衔仪式。几位反对同工的企业家会获得女王的封爵。I wonder if someone could tell me more about this.花瓶，一只无价的花瓶碎裂了一地，挣扎的迹象，有挣扎的迹象，可是尸体却没有外伤，这也真奇怪。上面可以看到长长的切口，就像是有人试图把它撬开一样。I wonder if someone could tell me more about this. 宝库哎，我也想撬开，我可以撬开吗？For a moment, no one is permitted to see me open the safe. Huh? Huh? 你是谁？女王啊？你谁？我会害怕欸。不管你，我先看过所有线索。来自苏格兰厂的信件，致女王陛下的私人秘书亨利·蓬松贝爵士。亲爱的亨利爵士，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写信给你，来描述对于最近发生的事。哎，令人心神不宁的事。我们昨天接到有位年轻小子遭到绑架的通知，马上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送到你手中，想要引起你的注意，但你把注意力都放在女王陛下这边，也认为此事实属必要。我们还担心这个孩子的失踪可能牵连到今晚在皇宫举行的授衔仪式，请再三确认，亨利爵士，我们已经用尽所有方式以找出这个孩子亚瑟·道尔，道尔的地址附在下面。会影响受险的小孩，那么重要的小孩，开枪开枪。好，等一下，我看完这个开。窗子破了，破掉的地方够大，足以让人钻进来钻出来。啊，女王，不行，不能开枪，他不给我开枪，我的枪自动卡住了。三角形也可以射击，我试试看，不行，都不能开。我想如果是英国人名枪是不行的，一会也是英国人啊。我打到他旁边了，好像引起了什么注意。啊，我们见一下嫌疑犯，那嫌疑犯在哪？哦，他要我离开房间，好好好，我乖乖。空手可以啊，我刚刚打了一发。You cannot imagine that someone was after the scepter. I must see it. 有人想偷走权杖，检查一下。等，你们上来做什么？权杖毫发无伤。我是可以在外面偷听哦，听。刚刚那个。宝库大概在这个位置上吧。哎，宝库嘞？我觉得这一面墙看起来也不是说多厚啊，里面是能藏什么？居然是嫌疑犯！哎，嫌疑犯。女王是嫌疑犯。
游戏设计只要一秒准备一下就不能开枪。对啊，之前商店是开枪但是会穿过人。The poor man. I arrived to find him here, dead as you see him. He gave his life to defend my person. This evening, I will knight several industrialists that have worked to end the practice of child labor. All of London's luminaries are invited. Only I know the combination. The vault contains the very precious scepter with the dove, which I've chosen to be used in tonight's knighthood ceremony. 可是权杖在这边，所以我点出来就会送我，这么好。那我还是不要等你开枪。对国家元首是开枪是很严重的行为。我想如果这个女王是圣殿骑士的话，我就会刺杀她。我是刺客哎、欸，对国家元首开枪叫做稀松平常嘛。不然刺客是用来干嘛？不就是刺杀重要人物吗？这边是没有了，我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皇宫了。对现实世界来说这样不好，开发者没有必要这样玩女王。我觉得这倒不是他的理由啦，因为不只有对女王啊，其他 NPC 也是不能打。对，反正很多作品都这样，我觉得应该是没差吧。对 NPC 不能打，像那个苏格兰场那个警察，他们全部都是不能打的。还有达尔文、狄更斯啊，他们也不能打。应该说重要的人吧。我原本想说商店是不能打，意外的商店是穿过去。我觉得穿过去跟不能打都一样无聊了，最好就是可以杀掉。那个什么选择，三无选择，我不是可以杀 NPC 吗？不可以瞄准小孩吗？等一下，来试一下小孩。哪里有小孩？他找小孩的时候都没有小孩。有。可以啊。哎，他没死哎，为什么？穿透了吗？我没打中，穿透哎、欸！一般人就会死掉，小孩会穿透哎、欸。再退局会不会进博士哦？为什么？
还有这种事。为什么大家都意外认真呢、啊？不就是玩游戏吗？小雅，好远，在哪里啊？太远了，我应该要去开车的。车，怎么车？正好就停着一台。他是儿童的行为。在影片里面公开播放，在美国还有一些国家是违法。那还有这种事？反正那个小孩也没死啊，小孩死不了。哦，感觉好像我的刺杀墙哦。小雅的庭院，证据墙，各种线条和文字连到每一条线索，解开神秘现象中反常之处，最后导向一片是恐怖系列。潦草的最后一行讯息来不及写完，指向雷蒙。Now that I've seen this, I should ask more questions. 该不会是恐怖系列为了要有新的罪案所以做的吧？对，所以儿童在游戏里面都会被设计成无敌。这么神秘，那要是主角是儿童怎么办？不就一直死？而且英雄联盟里面也有小孩啊，像安妮。明显是一张空白的笔记纸。Orty's been all in a state. Thinks there's some sort of master criminal on the loose. Then this morning, he's gone. Come to think of it, he had been going on about the Queen and all for the last day or two.Seemed to think she was in some sort of trouble. 他不见了，而且觉得女王可能有麻烦。He said he was onto something. Said everything added in clues. I did see Artie's friend, Mr. Raymond. He'd just come from Perlock Publishing with his new Penny Dreadful. Seemed very excited about it. I never liked him much. You know, when he thought something was important, he'd write it up in invisible ink, lemon juice like.哎，还有一个空白的。He'd use smoke to read it. If you have a way to make smoke, you can see what it says. 有，我有办法弄一些烟雾。普拉克出版社、亨利·雷蒙全都环环相扣，要跟着线索。
为何啊？什么东西？为何？为何要用烟熏就会有吗？ 转地图，白金汉宫的设计图，女王的书房圈起来了。嗯，他是打叉，都可以啊。反正女王的书房被标记了。 上看看，一个一片是恐怖系列的牌子印刷，上面有着在皇宫爆炸，还有一些技术文字攻击英国核心，让。 白金汉宫陷入火海，女王会逃吗？这本书有亨利·雷蒙所撰写，他的写书没有梗，然后就最后去杀人了。抵制保皇派的宣传小册。 君主阵地的末日，解除我们在维多利亚的手中的苦难。女王得为她最行负责。有人对女王不满啊。空的弹药箱，清楚标明史雷普，普雷史考特军火第四百零八号。An explosion at Buckingham Palace. I must warn them. 要守卫，要开始放炮了。不是明天晚上吗？今天才放吧。 就在显形，要通过烟雾。看他说他用什么东西，柠檬还是什么？用烟雾也是要看是什么烟雾吧。它里面如果有成分可以让它显形的话，就行了。
反正他吃坏了烟雾弹，神秘烟雾弹，万能的。There's at least 100 people here for the knighthood ceremony. The queen will use the scepter with the dove for the knighting. She'll arrive precisely at 1 o'clock. 现实哎，找到女王，疏散宾客。Everyone must leave. Do as you're told. 快离开。Everyone must leave. Do as you're told. 有炸药，那快走。Everyone must leave. I demand to know what's going on. 女王在哪？女王，女王找到了。好，时间，时间。Everyone must leave. It's fine. I grant you leave. I've saved them. Nothing is happening. No explosion. What is this? I've been tricked. Raymond. 没有爆啊。Why has he done this? 被骗了。You are more naive than you appear. You're 点离奇。哈？这不是。Look beyond the obvious, beyond surface appearances. 看更深入。哦，又多出一块。套的确是蛮有道理的。Nothing but a showman. So many people makes everything more dramatic. 这些都是被抓获的人。之前的罪案啊。这里吗？空的弹药箱，军火408号，我刚看过了。这个是哪一个才是真的？拯救生命，奉公守法。I found the same clues you found. I knew there was to be an explosion, and I led you here to save everyone. I'm as mystified as you are that nothing happened.恐怖分子。You've helped me herd all those dreary people to certain death. We shall hear the explosion presently. 等一下就会爆。Seems to me you've created.